全国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宏观战略。今天大盘又创新高喽，啊、哦，你看最高已经来到20397啦，哈、哦，那涨多了嘛，震荡难免。你看今天最高最低差了300多点啊，哦、也可以看得出来了，哦，就说大家也慢慢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那种味道在了，所以看到股票冲上去，很多人迫不及待想卖的就非常的多，包括我也是。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啊，千金股全部都做隔日冲了、哦、昨天接的今天全部都把它平掉，赚、哦、点价差了、哦、等一下来跟他聊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说，我们看到我车票写的第一句话，叽叽，昨天我是不是跟他讲不要小看 AI 生技的爆发力，连续跟他分享了几天，我算一下丁杯拜过，我们是上个星期五分享的嘛，好、哦，这边都有压日期嘛，啊、哦，丁杯拜过嘛，好、哦，5、6日不算嘛，今天星期二嘛，沙钢。之前我分享股票啊，好、哦，我这么讲哈，我很少连续密集分享过股票的，唯一的一档就是 MX。那为什么那时候我会赶紧分享 MX 给大家？我相信大家很清楚吧。我也是连续好几天分享 MS 嘛，对不对？就算涨上去，我也告诉你跟来怼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事实证明嘛 ，MS 不是大涨。你也在探话者，这支股票你也在探话者，跟你靠底啊吼，不在我今天的讨论范围内。我今天是要告诉大家，当我在节目上不断的告诉你这支股票一定要注意的时阵，通常后面都会有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什么。你有了解不？我们不考虑股价哦，不考虑你买不买得起嘛，哈、哦。所以你看哦，昨天才跟他提到的，我说再分享一天，哎、欸，请个导主朋友也是做见证嘛，对不？真能刚既要我加入赖好友问我这档股票的，对不？这支嘛我讲过了嘛，好、哦，很多老师在分享 AI 概念股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觉得总是跟你聊什么技嘉啦、广达这一些。什么旗红双红这一些了无新意嘛，因为这些股票都不是在低点的、啊。你讲起码能够来讲，哦，未来双红安怎安怎安怎啊，未来旗红安怎安怎安怎。你们觉得这个有什么意思在吗？因为他们都已经反应了，所以绝大部分投资人应该最渴望就是说，好，周老师，我认同 AI 类股是未来的主流。但是我不一定要主攻在这些像已经飙上去这些散热的族群嘛，大家听我意思不？那我们可不可以去布局跟 AI 有关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变标股的，未来有机会可以变标股，可以让我们翻倍赚的？哎，所以你看，我上礼拜给大家的观念就不是这样，就是这给一个观念嘛，对不对？我说 AI 医疗这也是个很重要的产业，哎，大家知道哦，全世界啊。玩得起 AI 医疗的除了欧洲的几个国家之外，再来就是台湾了、啊、因为台湾这一些做设备的机械、哦、这些做设备厂台湾算占很大宗的、啊、所以今天假设某个国际品牌的想要搞 AI 的医疗设备，你可以考虑日本，美国当然美国是最先进的嘛、哦、再来欧洲有几个国家也可以的、哦、还有就是台湾了。所以为什么 Intel 跟 NVIDIA 来找这家公司合作？大概台湾艺术哦。好，那当然啦，我觉得我们不要浪费台湾时间在讲基本面了，因为很多投资人不一定能了解它背后的意义嘛。因为大家比较关心的说，进来，主要是能不能像这样子 MX 这样子对不？破，我跌跌啊，跌跌的时间变化变啊，我老实啊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嘛。赚钱较实在啦，对不？基本面看拢是买啊吼。一种自圆其说的一个什么，一个你要讲借口也可以嘛，理由也可以嘛，不都是如此？你看盘面上那一些啊、哦，晚上很多那种什么什么财经节目，请问一下，谁会去给你讲一档还没动的股票啊？你看那个鸿海，对不？你有听人家在跟你讨论鸿海吗？没嘛，讲这种股票。给红胜吹配无艺术嘛？哇！你看这两天红一上去之后，哇！你看，调这个外资，我觉得也是很好笑啊。马上调高目标价到170几块，
那我也很奇怪，那你在100块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目标价看170？你们不觉得外资也是很可恶吗？啊，拢安尼嘛，对不？台积电也是啊，500块唔讲，今麦起个要800，跟我讲目标，未来的台积电也是千金股，你们不觉得？所以哈、哦，亲爱的岛主朋友，问问你自己，台面上对接的老师，你的股票还没变标股以前的先跟你报的，你去探听嘛。也许还有别的老师我不知道啦，因为有的老师我不认识嘛，好，你去探听一下，很多股票都是还没大涨之前就先讲了，有谁？潘谁？就是我。你别光叫小号买塞啦，你要说我可以动足先机也可以啦，你要说我有本事，我有专业也都可以，随便你怎么讲。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说我保年的股票也探紧后啊嘛。而且都不是飙上去才讲的，所以今天这档股票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啦，开牌好不好？已经知道了就知道了，很多投资还是不知道嘛，这是哪一档，对不？今天有涨停板嘛，就把它开起来啦，悟空了不？669的一阳嘛，今天是不是涨停板？就算打开都无所谓了啦，因为它已经小涨一小段了，但是它会数不？别忘记我上礼拜我就分享了，你也不要问我还能不能买，你想要知道怎么做的，麻烦你就加入赖好友，节目上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，免得误导你们。哦，你加入赖好友，你可以，你有任何的疑问，哦，有任何的看法，你都可以透过赖好友来询问，哦，我就直接会在赖里面回答你，好不好？卡点位嘛，不要紧。那你想嘛？为什么我会独排众议告诉你档 AI 的生技股啊？先看 call 讯，好，晋明公问我抓了，3月19号167，好，3月19号，3月19，等一下，这种做法就像我们做那个什么MX 也是一样，是不是都还没有大涨之前都告诉你的 MX？ 我们在哪一天讲的？3月5号。那你看这个6569的这个一阳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我22号分享了嘛，22号在这里嘛，好、哦，你家嘛拜我嘛，阿文铁渣节能钢炒和安心布局也是合理的啦，也是合理，这差不多在这个位置点。反正大概基本上来讲，你只要加入赖好友，在上个礼拜五有加入赖好友问的，周末有加入来问的话，基本上来讲，隔天开盘应该都是买在大概170几块左右了，都不会追高，也恭喜你们。好，也恭喜你们。好，那当然，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来跟他聊这一些的用意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啊、哦，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条有绝对的关系哦。你看，我们今天要分享千金股的最佳买点，之前跟他分享是哪三支？四星、力旺、创意。今天创意还破底，今天要分享的是哪三支？微影、联发科跟 M31，不同哦。哦，不一样的千金股哦，不同的系列哦。那为什么今天要改分享这三档？我等一下回来讲。还是一个重点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做股票的输赢就是买卖点哪啦？为什么我要跟你分享买点？为什么我要分享股票？大家去想这个道理嘛。你若讲这支股票冲起来啊，哦，今天我才拿出来分享，说来来来，我们今天分享一档股票，来，我把它遮起来，哦，比如说我今天我们再把它遮起来好了。我说，哎，今天加入来好友，分享你一档翻倍的龙股生技这一档股票。结果你加入来好友告诉说，哈，本来你分享一支涨停板的股票，啊，你那假的唔讲，那我投资人我跟你讲，你吐我槽我都可以认同，表示我无话搞嘛，对不？去涨停板啊，跟股票提出来分享。可是大家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分享的？上个礼拜我就分享了。但是会员一定是永远都是怎么样？第一手的嘛，会员就是参加会员的好处嘛，对不？有收钱跟无收钱总是有差别啦。好，167，绝不追高。哦，我一贯的风格，看我节目绝对可以知道的。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。一档股票在震荡的过程之中，
也许那个点位不是那么容易拿捏。可是比如说今天你想要能够买那个绝对的好买点，然后等它涨上去赚一个波段的话，把握最好的买点才是重点啊。所以今天一阳涨停板并不是我今天要做生意的重点。好，那卖空做生意啦，看得起来，像这是在又来做会玩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值不值得你们跟你们自己心里一把尺的啦，我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，对不？你看这个我分享的股票，从 MX 到现在这个一阳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每一档都是还没有大涨之前都提醒你的？好，我们大概做一下更笨的啦，好，大家心里会有一把尺。好，我刚刚讲那个买卖点的重要性，好，我刚刚不是讲那个买卖点的重要性嘛？好，就说这个买卖点的拿捏关系到为什么这么重要。你看我今天不是写三档千金股隔日冲吗？为什么是隔日冲不是当冲？来，你抢我看啊，周老师可以啊，买你家买你家一张赚两万块，可以真的打下来你就不一定敢买啦，卖给我讲棒风吹啦，不要骗我了啦。你早上看他其他以外攻涨停板，很多人是追进去的啊，看他压下来哇挫赛啊，没办法认赔杀出，你看一认赔杀出几张，哇塞！万一很不幸，你今天追高追到2660，杀回平盘，今天一张160,000就没了、欸。你有多少十几万可以亏啊，亲爱的投资朋友啊？那为什么我最近的策略，他们发现我最近策略都是以隔日冲为主？因为最近的盘在震荡啊，所以你才会变巧，你知不？你应该懂得去改变、调整那个操作的模式啊！所以你看哦，今天的力旺是不是冲高？来，咱看一下涨的口讯，好吧？来，昨天25号嘛，早盘有卖出力旺赚价差的2520可以买回。好，为什么是早盘有卖出的？来，这个要看一下昨天的，你们才会有，你们就知道了为什么。来，昨天的3月22号上个星期2450买进，然后昨天一开高2600卖出。好、哦，顶礼拜五嘛，去 DJ， 涨拜一冲关，怎么办？所以早盘是不是有卖出？是我这边有写嘛？早盘有卖出力旺赚价差的，我们可以买回来，在2520附近比价。哦，那今天是不是开高？哇，价差都是亏盘啊，进来。所以我今天早上 call 了一个 call 讯，执行隔日冲2640。今天最高2665嘛，好，2640 OK 啦，这个穿价，有的人可能会卖到2650附近啦，无所谓嘛，啊，那个涨一半啊嘛，我不一定要做当冲啊，忍一下，隔日冲，哇，十几万呢，好，再来看别支，好、哦，我们今天三档嘛，都是昨天进的，好、哦，来，再来看这个，我们的手中的持股。你看哦，大力丸是杀尾盘哦。你也看伊今仔冲关六月的，我来讲，今仔嘛是很料，很料，今天嘛料过来办的。但是用我的做法不会，反正今天是开心的数钞票。你看，今天哎、欸，昨天3月25号2450 DJ 这张哎，2450 DJ 刚好平盘附近。昨天是肯定没办法冲的啦。好，你跟我搞买2435冲2470，我跟你讲，你嘛无法度的啦，因为不一定最低最高你买得到，去头去尾，昨天肯定要留仓的嘛。所以我昨天流畅啊，可是你看今天，哎，价差有了，哎，几天桥会我老板扣个价差呢，所以今天早上告诉你隔日冲2520，好，黄老板隔日冲2520，底下给他选完了对不对？2545嘛，我还挂的比较低耶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谈的后啊七班，哎，我跟你讲这一把真的赚得非常的开心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杀尾盘。我如果今天不做隔日冲，我昨天买2345的哦，2450的，把其他病了解。你可能觉得说，哇，这是运气怎么那么好？这个跟运气没有关系。我们再来看一档赚最少好不好？来，这个还好嘛，一波台不会盘了，好、哦，波台不会盘了。没输没赢了，但是我觉得我冲掉还是对的啦。好、哦，来，昨天1130早盘的收进的，好、哦，底下，那今天是不是开高1160平掉，没追啦，今天没追三班。
我觉得我跟联发科的缘分也算是蛮深的啦，最近都是3万3万在啃它的价差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波动不大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我们今天要送的、要分享给你的联发科的最佳买点千金股有联发科？为什么？我几乎每天都在节目上讲联发科，我还需要分享最佳买点吗？我其实今天在做表的时候，我有想到说，对啊，联发科每天节目上在讲，我还需要拿出来分享吗？我告诉你，一定有人会乱买。所以，真正联发科最好的一个小波段的买点，不是你今天看到这个点哦，拍死哦，蛮拱拱跳了一倍哦。所以，现在投资人他有没有发现到？你看哦，今天不管是大立光、联发科，还有你刚刚看到的利旺，有的投资人有给我留言说：“周老师，那呢，我你这种做法，我都无法都对啊，啊那有诶无诶？我只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就好了。来来，你看，这是我从三月中重新操作利旺之后的一个价差的获利，八把隔日冲，没有一把当冲。有时候买了可以冲，但是我不想冲，为什么？哎，探熊救力灾我，所以改成隔日冲完之后，他们发现到，你看，15号进的，18号出的，这笔10万。然后呢，低接2500，隔日冲2600，余够是10万。还有刚刚给大家看到22号进的，25号出的，昨天出的10万，还有今天这一笔12万。夯不隆咚的，你看你47万的价差，47万是一个什么概念？我最喜欢举啊，我们不要说举定存嘛，最近不是很多人在封 ETF 吗？我正想讲而已啊，啊，算了，不要中了券商的那个伎俩了，好，我不想去批评什么了。我记得，在10393那一年，我忘记是民国几年了。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国内有一家很大的券商啊，他发行了一个叫权证啊，他的标的是哪一档？你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哈，这个啦，买在最高点，我不想讲而已。所以哈，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啦，当然君子爱财，谁不爱财？我经常谈话来讲不坏，对不？没有人会说不好的，只要不偷不抢不拐不骗，对不？能够赚到钱，大家一定都喜欢。问题是你一定要去理解到，就是说有些商品现在买在这个价格、这个点位，某点也是好的呀。哦，我点到为止，我就不想再讲了，因为现在是在20000点，现在不是在10000多点哦。好，我点到为止。好，再回头来绕，再回头来讲。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把利旺这个整理出来给大家看？我只是要传达一个理念啊，什么理念？我今天不是要告诉你说，哇，这个生意 GUA， 哇，这个周红，哇，做千金股啊，那叫厉害。我要传达的不是说我有多厉害。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重点是什么？因为最近这些千金股都在跌啊。你看，今天创意还破底，哎，今天大盘早盘是先涨200点哦，一起新起哦。但是你看，我的股票竟然是破底哦，破底哦，看到不？这表示什么？表示就是说，你看哦，我从上礼拜就跟他提到说，千金股的最佳买点还没到，你们不要傻傻跳进去嘛。你不要看说，哎呀，周老师，你要站在固定某些价位去买它，赚那个价差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知道，我基本上都是隔日冲都跑掉啦。基本上是不留仓的，没有什么股票在手上哎。那如果说你今天自己一个闪失，买卖点没抓好，哇 ，K 掉哎，那万一像普瑞这样破底嘞，你不要怪我，跟我没关系啊，因为我没有叫你们买普瑞啊，对不对？大家懂我意思吧？可是它破底是不是事实？所以今天为什么今天我要特别？告诉大家，微影、联发科跟 M3C 的最佳买点，原因就在这里啊！我希望你今天，如果说你今天你的资金够的，你的财力够的，你也认同说，哎，周老师，我干嘛对你那做千金股嘛，没败，哦，我觉得也不错的。那我告诉你，对哇的对哇，哦，跟我就对了，跟我就对了，哦。那也许你说，啊，周老师，我又买不起千金股，跟我讲这个干嘛？你不能这么去讲啊。对不对？我相信这个点位你也可以拿来做参考啊。
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先进广告，我等一下回来告诉你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金融献瑞贺新春，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好，千金股的重要性，我再强调一遍。请问，买得起一张200-300万的股票的人是谁？你可能想说啊，周老师，我知道你的会员买得起，我现在很多老师的会员也都买得起了，不是只有我了。哦，我要跟他讲的是说，现在能够买得起200-300万股票的人，他绝对不是穷光蛋嘛。撇除掉外资主力这些，我们不讲嘛，对不对？外资的钱反正是客户的钱嘛，投信的钱也是客户的钱嘛，对不？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大户，他是用他自己的钱出来买千金股，你说有钱不？搞不好中央东路一半是他的都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去想，就是说这些有钱的人，他为什么要去买这么贵的股票？他的理由是什么？反过来，当这些有钱人在卖这些千金股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要卖？哎，大家听懂我意思了吗？买当然有他的理由在嘛，可是他现在为什么要卖？哎，大盘连2万点嘛，他为什么在砍千金股啊？这些大户为什么要砍千金股啊？所以哈，我们有时候要稍微逆向思考一点，大家懂我意思吧？好，再回头再来讲，那为什么说千金很重要？第一，占全值；第二，股价高，也代表了基本面的好。所以这些千金股如果一旦都全部回落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可以先往好处想。啊，要除息了嘛，对不对？搞不好先股价压回，酝酿一个除息的好机会。可是还没有另外一层说，另外一层意义，有没有另外一层意义？节目上我就不方便讲了，可能会违规，我就不方便讲了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我只要告诉大家，这些千金股啊，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，不是讲，哼，反正我也没买啊，你老讲我什么代志啊，对不？我又买不起四星。你跟我说那股王怎样怎样，跟我什么底台，我告诉大家好了，如果四星不止跌，你不要告诉我大盘20000点站得稳，我点到为止，听得懂我意思的吗？可能你开始心里要吐我的槽，这老师我看这个就可以啊，你确定他站得住吗？你确定他站得住吗？所以为什么这些千金股它的买点会这么重要？这关系到大盘20000点能不能守得住啊？
两万点能够守稳，也许未来大盘可能在两万点上下震荡了500点，准备在酝酿在攻更高的点位都有可能。可是这些千金股如果没有落底的话，我说真的，两万点这边你会翻到，就像今天这种情形，啊，冲起又爬了，冲起爬了，我跟你讲，你都动不了。所以我们看待千金股的看法，不是你想的那种那么单纯啊。所以我今天会分享这个最佳买点的原则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当这些千金股它一旦落底完成完之后，未来行情会超过你的想象。这个跟你买不买得起千金股是没有关系的啊。当然，如果你今天资金够的，对不对？你也认同周老师的，啊，你也觉得说，哎，我做完掌握这样操作千金股，你可以认同的话，那当然，我相信这个我分享这个绝佳的买点哈，你真的啦，可以好好的细细去体会一下啦。好，这样不来加入赖好友来体会，真的光我这样讲，你们不会有感觉的啦。大家懂我意思吧？好了，有任何不了解、不清楚的，都非常欢迎你可以加入赖好友进行询问。好，当然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拨打电话哦。节目最后预祝所有的投资朋友们投资顺利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